放心工作。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跟行长说，我哪也不去，剩下的4个月零28天里，我会回到原来岗位继续我的工作。我拜托你呀，大哥，投资部四级职级，你不去？我来这不是真的工作，我来混公积金啊。那我呢？什么你呢？我是真在这工作呀，我5年没升职级了。你投资部，你带上我一起去啊。问题是你不会投资，你去干嘛呀？你会投资啊？我会投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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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已经和我老婆说过了，我会升职，我会加薪。啊？你要升职加薪？好，你继续说。这边有个事儿处理一下，我一会儿打给你。你说，你凭什么背地里调查我的代理人？你说话！菲菲，这件事情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跟我解释？这件事儿你也知道？你们是我让秦律师去调查的，资料也是我给他的。秦施，我早就知道你会为了一个案子不择手段，没想到你这么没有底线，你连陶俊辉你都要利用，你怎么那么卑鄙无耻呢你？啊！吴菲，这里是律所，不是你们家。你学的是律师，不是泼妇。律师是教你怎么样不带脏字骂人，不是让你动手。我利用陶俊辉怎么了？你问他乐不乐意被我利用？对，坐。你别管我，秦施，你放开我！你说谁泼妇呢？他没有说你。事情不是你想那样。我让你好好配合公关舆论，千万不要让那个秦施有插进手来的机会。你为什么不听？为什么背后调查没拖人？冷静一点。曹俊辉，你别跟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理论。